台湾话，活蹦乱跳，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？哇跳跳！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示意活蹦乱跳、活力充沛的样子。例：伊看起来哇跳跳，一点啊都无像破病人。他看起来活蹦乱跳的，一点也不像病人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，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